首先敬礼传承祖师了明和尚沙迦正空上师十六世大爸爸王喀玛巴图登大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护摩祖尊咕噜咕噜佛母啊，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网路上的同门，啊，更有我们的贵宾，啊，满发者。南投县议员简佩玲议员，南投县议员喜庄议员，南投县政府社会处熊俊平处长邱秀云女士，台湾银行林龙田副理，名节目主持人台智妍先生，名歌星兴隆先生，啊，今天我们做咕噜咕噜佛母的护摩，那么他的本地因为有出力两个字。出力在东密就是阿弥陀佛以出力两个字在藏密就是蝎啊蝎子也是阿弥陀佛两个咒音虽然不一样，其实出力就是写。那么 ，Om Guru Guru 出力所哈，这一尊佛母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本地。那么这一尊佛母啊，啊，我刚刚。做观想自己呢跟佛跟咕噜咕噜佛母合一那么咕噜咕噜佛母他就下降啊，降在师尊的身上如果你们刚刚有拍照有拍照的话可以拍到红色的波叶光，红色的波叶光。啊，刚刚啊，我自觉有自己有感觉，我本身看到咕噜咕噜佛母，那么。自己本身有感觉有接受他向这一方面射来一支乌巴拉的箭中间射来一支乌巴拉的箭这个右边射来一支乌巴拉的箭上方射来一支乌巴拉的箭后方也射来一支乌巴拉的箭可以讲借着这一次的咕噜咕噜佛母的附魔我们射招了
十个方向的所有的众生。那么我也祈求咕噜咕噜佛母以他本身的法力能够赐给所有的真佛中的众生人人得到敬爱，那么他来自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也能够接引幽冥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一次的这个护摩当中啊，他一共有60只的法船载运了所有我们真佛宗的这个报名的这个幽冥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也看见他放光加持有病业的啊，咕噜咕噜佛母勒令有病业的这个大病呢化为小病，小病呢化为无病，无病呢自然强生。那么洗掉灾难，增加利益，敬爱圆满，怨敌退散。